近日，又见《甄嬛传》蔡少芬见面会在浙江横店影视城举行。活动现场，蔡少芬一袭黑色长裙亮相，端庄靓丽，吸引了上万名粉丝和游客。据悉，蔡少芬曾演出过《甄嬛传》《水月洞天》《金枝欲孽二》等多部影视作品。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皇后娘娘一角，让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剧中，凭借那句"臣妾做不到啊"，火遍了大江南北。在见面会上，更是再现经典台词，让现场观众尖叫不已。臣妾做不到啊！臣妾做不到。确实是对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，因为真的是很多观众是因为那部戏认识了我，还有就是很喜欢我那个角色，现在有很多人见到我都说娘娘好，娘娘什么什么什么，我都觉得这部戏其实带给我有很大的那个不一样。时隔许久，皇后娘娘再次出现，也唤起了很多观众的回忆。对于出道20多年的蔡少芬而言，塑造过的很多角色也都成为了经典。蔡少芬表示，近年来她对于表演上的感悟也是逐渐产生了改变。以前倾向于饰演一些没有尝试过的角色，例如有生理缺陷的人，现在则觉得各种类型的角色都可以呈现，即使是尝试过的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一个演员哈，他演的角色其实是生活中的你我他，所以每一个的人都不一样的，他们的生命的变化都不一样。但现在我觉得人可能变化多了，所以我发现就是其实每一个角色我都想演，因为真的是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就是你演过的王后你也有可以做不一样的王后在里面。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说我希望演一些什么什么角色，我希望演一些不一样的人。